陳大文5619-0850。困咗咁耐嘅嘢，得到手竟然会烂噶！主要律师讲过，呢啲咁嘅网店好重视顾客嘅评价。你啲产品质素咁差，我就上网抢衰你。唔系，佢有实体店，我可以落铺面，大兴问罪之师。喺嗰度做嘢，我就咁落去，好容易俾人认到噶。我要小心为上。有冇搞错啊？电话烂啊！唉，唔好意思，先生，不如我帮你做退货退款啦。咁麻烦你咧，俾你嘅姓名、电话号码同埋你个银行户口 number 俾我啊。我點解要俾個人資料你啊？其實因為咧，我哋公司嘅規矩咧，就係如果退款嘅話咧，都要經銀行户口或者 credit card 嘅。我仲話攞貨嗰陣係俾現金噶嘛，你開翻收銀機，俾翻錢我咪得咯。公司，誒，根叔，你搞住先啊，乜咁啱嘅？唔係咁啱啊，我同公公專登嚟探你啊。我聽你阿爸話咧，你做咗實體店嘅經理，而且咧話你引進咗好多新嘅產品。哇！咁啊，梗係要嚟睇下啦，順便學下你。多謝你，多謝你，真係好嘢，不愧係太子爺，升職都快過人嘅。天啊！佢竟然係大龍山嘅公子，越嚟越多熟人，點算啊？先生，係咪要退款啊？麻煩寫低資料。滾出去啦！你啲咁嘅冷房，我以後都唔博襯你啲咁嘅客店啊！爹哋，睇下個客買住啲咩咁緊張先。原來佢哋買呢樣嘢，總之一定要揾到個客出嚟換翻件貨俾佢。唔該你簽收啊！哇！何解會係紅樹根嚟送貨噶？先生，我係幫陳寶圖嚟送貨噶，唔該你簽收啊！警察查埋，唔該開門。查房開門。哎呀，嗰個人咁似你嘅德哥哥。佢穿牛仔套，你都有一件喎。容儿，你真系识讲笑，呢个人点会系我呢？喂，陈大文先生啊，唔该。我系。哎呀，终于揾到你啦，陈生。我系速鸿运输帮陈宝图送货嘅，有件货想送俾你，但我想问你系咪俾错地址我啊？乜我上到去原来色情家暴嚟噶？系咪都好啦，件货我唔要啦。哎呀，我好唔得闲啦，你唔好再打电话嚟烦我啦。哦，咁你会唔会考虑用智能柜咧？我摆低件货之后咧，你个手机就会收到个密码短信，你三日之内去拎咧就得噶啦。咁方便嘅嘢你唔一早讲。今晚正好系不道德之夜，我已经准备好。陣間就俾個驚喜容易，德哥哥，容易你好靚啊，雍容貴氣，有如古代嘅妃子。德哥哥，你喜歡就好啦。你可否知道我今晚都準備咗驚喜俾你啊？嚇！是不是好真呢？是啊，我知道容儿你向来仰慕有腹肌的男士，但我怎么练都练不到，所以只好作出这个权宜之策，买来假腹肌聊胜于无。那这个假腹肌从何而来啊？你哪里来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容儿你喜欢。好喜欢啊。你喜欢就好了。我哋是喺出边睇住嘅，阿美成，汤教授好嘢。我真系
我就话争啲杀咗人啦。